沃克尼1961年去美国，此后多次居住在美国并有自己的工作室，创作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杰作，更大水花便是其代表作。画面上有一块跳水板，无人而水花四溅，蓝色水池对面有一把空椅，有正午时分的投影，池边有入水的虚影，背后游泳馆的大玻璃映出这边未入画的投影，馆旁两根高高的棕榈树，更远处是浅蓝色的平涂。这幅画中人物具象是缺席的，这种缺席又通过跳水板、水花、椅子表明他的在场。池中小水花暗示对面有一人潜入，而大水花则是从跳板跃入，这标志着有两个人在水中。这里浪花便是人物。